好，开始啊！我说你开台了哦。没有，我们今天不打算开，好懒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撞路人哦。应该也是一样，两人两人，就是四个人，然后两个路人。对啊。哦，我是弓箭，好哎。他好烂。他好强哦！啊，我的闹钟，我的闹钟，我的闹钟啊！已经开台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巨大的鱼。抱歉，可能会很晕啊，因为我开了底杆。跨境前是模式好像蛮和平的。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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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。啊，没了。哎，放武器了。什么东西？火枪哦，火轮呢？哦不不不不，加特林。这个要打到后面吗？Hello. 哦，这里有好贵哟，也很快。啊，那我知道我平时不知道干嘛就玩这个了啊。赚钱好像是赚那个扭蛋的次数吧？就十二次啊！哎、但是要等涌圈出来之后才可以注意。哎，喵哈，跟你说完，嗨。等一下，那个，我怎么看到一个很熟悉的 ID？ 你怎么是开这个账号？还是我认错人？哦，蝙蝠，闪的那一只。安利。我跟你讲右边，你会知道右边在哪边吗？知道。对啊。而且这边又多开一处，我现在知道。
啊！这很难打哎、欸！哇，生意人，完了完了，一攻一攻一攻，贪心了贪心了贪心了！对你开错账号，你要不要换回来？因为那一只真的是要绕他背后，可是他又追踪的。对，而且我现在跟智障一样啊。我是体感智障啊！然安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继续寻找。哪一个键可以把龟卵丢出去啊 ？A 呀、啊，怎么了？就是 A， 然后蓄力瞄准，很像丢靶啦。哦，哇，新手模式教学一教你的哎、欸，我忘光了哎、欸。先用这个试试看，我们是不是哦？这是弓箭，比啦。哎、欸，我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哦。天上飞的，下来。这个是丢炸弹的那一次是吗？是啦，你每个都丢炸弹。炸弹是丢炸弹的、啊，是吧？他出来说丢炸，是丢炸弹。刚刚那只鱼哎、欸，刚刚鲨鱼哎、欸。丢炸弹在它出现的地方，它会把炸弹吃下去。你怎么都是炸弹啊？为什么我训练的时候是跟我讲说他出来的时候赶快靠他哎、欸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他训练的时候跟我说炸弹哎、欸。嗯。枪，这弓箭蓄满力没有爆炸、哦？嗯，那个的不会吧？有弓箭有分两种，哎、欸，分有分几种哎、欸？是哦。嗯，弓箭只有然后有会爆炸的，我不知道有不会爆炸的。喷哦喷！个柱鱼，我要怎么下去？放
大招可以只能用两次而已哦。我都没用哎、欸。我刚用了一下，结果蓄力还是满。真的吗？母枪啊，好像是我刚刚说喜欢玩的那一把。把枪可以蓄力。又来了，天空天空不是天空了。上不去，体感好像很难上去了。是不会啦，是分不到。下来，耶！哎，丢到那边吗？靠腰，把他带走干嘛？没有没有，是丢这边呐。我把他带去中间。追我！打到了，打到了。然后这些他后面快爆炸！加特林其实好难用，他要蓄力才可以射出攻击。哎、啊，我出去加一下录音好友。好。等一下，等结束。啊，海瑞了一场。有人说是那个啦，今天看有人说什么把尽量把那转蛋打满，每天呢、啊？对啊，好像十二颗嘛。对，打满就不知道花多久时间。我不知道怎么打满了。啊，这我就不说了，番茄。啊，我就我也看不懂你在干嘛，我也看不懂。哦，有一颗嘞。有得打了，真的。好的，我出去一下。好。啊？所以我们终于找到一款不用肝的游戏了啊！我错了，还好，不然就只是打打杀杀的，是没错。等打对战嘛？啊？打对战嘛？干嘛打对战？赚钱啊！听说钱很欠缺呢。是啊，可是诺英也要跑打工的剧情吧？啊，等他跑啊！他现在干嘛我也不知道啊。对吧？那我先开。哦。二颗真是好多。他关卡就只有这么一个吗？应该有别的吧？我看是只有这个啊。不是，就里面的 boss 都随机的、啊。问题是武器没有我喜欢的、啊。那就随机啊，你能怎么办？那就是玩这个也不错啊，顺便练你喜欢的武器啊。啊，不用不用买。啊，你好勉强哦，不然好了，我换游戏啦，换游戏啦。不用啊，不用换了。换啊换啊，不然你小情绪都来了。我哪有小情绪？谁？只有小情趣，我没有开了没啦？我开了啦。好啦，加啦加啦。怎么了？我没有加到，等一下。
下次请设五八四个零四个五好了，四个五啊？对，因为他直接预设在中间就不用动了。哎、欸、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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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太小了。第三安，第二安，第二安。呢？旋转枪。嗯？什么好像？对，平面长起来是不是？啊？对，跟刚不一样。你是少一个人。对，我们少一个人。上面投来，容器在哪？我看到了，在哪里？这边。嗯，这么快就有第二次了。Tomato 打 boss， Tomato， 我只在好吃啊。不是，你那个 boss 是之后出的。那你那边 boss 是什么？我来了。我们结束了。好，我回去了。救命啊！是我在救队友，队友死了，刚死两次了他。我要走另外一边。输了，少一个人啊！
啊，十二克也够了。那鲑鱼卵干嘛？扔给他吃，可是我没雷啊。会降评价。我没有雷啊。繁星一直都很 carry 的是我在雷啊。这样可以吗？双枪好，终于拿到了。慢爬。哦，对，我哦，对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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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忘记有 R 的技能了，靠腰。就他好像只能一场用两次。哦。懂了，懂了。等下，靠近这里。没事。你回来，我喷你啊。碰我，耶，谢谢。我去。逃了，逃了，逃了。弓枪，弓箭，按 R 和力啊，那个 R 啦，摇杆，大刀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不是副武器的那个吗？欸，这一只，那我在后面打就好了。找 boss， 找 boss， 不要找我。鲨鱼那一只，哟，我成功了！你好棒哦，你是丢炸弹对不对？对啊，哦，是丢炸弹。靠！哎呦，我后面是都有了。为什么不能？一定要加
啊，加特林，不要加 Switch 好友呢，好想跟观众玩啊。好麻痛！我活着，救我！我在你后面。那我头上有人，队友一直很想吃你，知道吗？那我讲，生气。哦，是那个，白痴。我要死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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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很神啊！不是，我往前靠，往前靠，往前靠。你要不管那个。哦，一直死欸。我会常驻玩这个吗？目前没游戏玩会玩这个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随机的那个啊，稀有怪。我记得那时候是要用鲑鱼蛋打他吧，还是什么？现在是用鲑鱼玩。都有小王啊，有啊，一直都有啊。啊，我们下招了。哦，都死了，你在哪？哦，谢谢我复活了，复活复活。怎样？我在他的后面而已。你坏，我要坏坏坏。你下，你下，你下。来了。哇，没有。或者你也可以一直加会员啊，我也不是全部会员都有加、啊。有帽子呗，嗯，那你怎么出去了？嗯，我还没有，我根本没有动。等一下、喔、你等一下开始哦、喔。等一下开始，他已经开始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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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哦、那就好。
啊，我好烂。要等好了，要等好了，要等好了。因为之前玩动森，可以给那个啊房间密码，就不用加好友了。是他，有哎、欸，门口有一只是哦，有人在打。哪里？完了，蒋家跟你玩的又加入会有一阵子，真的假的？晚点我加你好了，啊，你要乖哦，不要乱哦，好吗？之前有个，就是想说啊，人家都加你会员了，啊，你就给人家傻逼死一下，结果那会员加完之后给人乱提，他说私下可能我们在玩 G mode 还是什么的，结果我们在私人房，他就是透过好友直接加进来，所以那时候就被加观众会有点排斥，没有到排斥啊，就是会有一点，那要怎么讲？防备，有戒心。啊！输了，我死在脚胶啊！我来救你了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看得到我，看得到啊！不过你点中了，我没有感受到你很想来救我啦。我有感受到了吗？那、啊、你怎么不救另外一个人？你也太现实了吧！他就在我旁边呢、欸啊。我只救你啊！我眼中只有你啊！不行、欸，你不能这么自私哎、欸。我每次都是加特林，加特林真的很急哦，他要按着才可以。对啊，所以我常常都是来不及按死的、啊。蜈蚣，蜈蚣，哪里？你在另外去了。冰山老师会飞的。你剩一人，那我们看下去。讲说，他、啊、这么打着打着，你剩一人，
你 OBS 怎么按到 Switch 的声音？干，等一下，隔壁有个人，他截取不到声音。等一下，我们去救他。一下。No. Oh, OK. 对，等一下。先退出吗？问他哦。你进得来吗？不被尊重，对啊，他都觉得说啊，我都是你干爹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前阵子他们Steam开始一大堆人加来加去，就透过好友加到，就透过其他人的好友加到我这边来。我那时候其实有点踩到我的雷，我那时候很不开心。按退出吗？还是继续？你先退出。哎、欸，哦好。干，他是不会理我、哦。诺英奇在冲他笑，他今天不理你怎么？没有，他完全就觉得东西弄好之后就直接去睡觉了。哦，早安早安。哎、欸，你很扯哎、欸，你现在卡在哪里？是接不到声音吗？对啊，我接不到声音，我连声音都听不到，我自己都听不到。那你哎、欸，那个从哪里？声音录制那边对不对？右下角音效声音录制找自己的截取卡。你右下角的喇叭打开右键吗？有没有？右下角什么右下角？你公 Switch 的还是什么？不是电脑右下角的喇叭。应该分享屏幕给他看比较快。对啊，分享吧，我分享干嘛？安妮，教主今天打工仔，我在等你，安妮，我们来打工。输出音效的话嘞，你画面分享了吗？好操你妈！好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你说过不会在我面前讲脏话的，你那边整天操你妈的，有吗？没有吧？我什么时候答应？有，你答应过我很多次了。好啦，烦好啦，好，你那个来右键，我看一下音效。右键，等一下，卡住了，我卡了。啊，你为什么？是哟，哎，我的 DC 是哟。啊，好了，好了。啊，你总是这个画面。阿爸嘞，你右键是音效啊？对啊，我右键是音效啊。为什么你的画面会跟我们不一样？我是 Win 十一啊。Win 十一就有点麻烦，我就不知道怎么用了。对哦 ，Win 十一，我就讲过了，妈的 ，Win 十一真的是，唉。看一下，杀人我命啊！天哪，发疯了。他在哪里录制吗？卤子，哎、欸，那个谁，番茄在哪里？卤子，卤子，播放还是录？音效录制啊，音效，我看一下。嗯、然后它会有一个额外的一个你的截取盒的那个，你知道哪里型号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现在找不到啊，到没有这东西啊，因为当初。杰克也有一样的问题，我就刚刚用就是同样的方式，可是他说找不到自己的截取盒型号，所以 Win 十一可能我们正发房是没办法通用。哇哇，谢谢你 Win 十一，只能使用 OBS 里面的。可是他这样听会有延迟吧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怎么不？怎么做？我怎么做？关起我的。你今天弄完之后就没有去找指令问完其他东西啊？
我自己弄的、啊，我请别人帮我的。不用抢哦，啊，弄完之后你就哦直接去睡觉，也没有测试哦。你应该也没有想那么多吧？啊就是、不是啊，我的画面能开，我就已经阿弥陀佛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画面能开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因为我那时候玩动森的时候，是声音一直有 0.5 秒的延迟，玩得很痛。好了，不要听了，不要听了，麦田，大家不要听了。你是好了，听我们听繁星性感的声音就好了。啊，你要直接开始玩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还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新手教学吧。前面的新手教学就是晕到爆。有新手教学，你已经过啦、啊，你已经在大厅啦、啊，但你就是要按大厅了。对，你按 X 那个大厅进去就可以去。去打架了？你想打架还是想要打工？什么叫做打工？打工就是打 NPC 赚钱啊，打架就是打路的。啊，但是打 NPC 赚钱，你要先过两个前置任务，蛮快的啦、啊。就教学看一看，用一用就好了。第二个可以直接跳过，没关系。嗯，我们再跟你讲说打哪里就好了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没有没有，他反正简单来说，他有两个模式。嗯，嘿，一个模式就是打玩家嘛，另外一个就是打怪。那打怪，我先打怪。嗯，打怪的话要怎么玩来着？打怪的话，你按 X， 你看有没有一个叫做熊先生的东西，左下角。熊先生商会。对对对对对，那边你要过两个任务，第一个任务就是先教你怎么运送东西，怎么打怪。那第二个任务是说，它每一波都会有不同 boss， 那 boss 的弱点在哪边？你可以稍微看一下。虽然第二个可以直接跳过，可是还是学一下比较好。那你现在是，你现在是会手把乱飘乱移的那种吗？你改好了吗？就是体感啊，体感模式，就是陀螺仪。对啊。那、啊、你习惯这个吗？不习惯，超级不、啊。如果你要玩得很强的话，建议习惯、啊。如果你学只是随便的话，你可以关掉。我现在就是在想要变强，在开始开陀螺仪，在当白痴，画面晕的要命。超晕的，我们晕到烂掉了，赶紧点！我超晕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是什么热量有点，我真的对不到，我真的对。那你就关掉啊！关掉的话就是用右边的类比调方向，但是它不晕没错，然后也很好瞄没错，但是它就是有个天花板在，就是你玩到后面，有时候对手在射你屁股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来不及转还是怎样的，还是有那个啦，极限在。然后这就是日本小学生跟我们的差别，日本小学生就很强，就是因为这样。他们从小训练啊，那我怎么开来着？你现在在那个熊商会了吗？对啊，在熊商会。那你先去问熊，然后他会带你去一个灰灰的地方，昏昏的地方。熊在哪？熊在一个红色的盒子上。它只是个雕像。嗯，一个咬鱼的熊，然后他会带你去打鲑鱼，里面的怪都叫鲑鱼啦，你不要管什么。欸，他就是，反正你就是，你先关掉了吗？你关掉了吗？关什么？好、哦，欸，那个啊，陀螺仪啊。没有啊，我刚刚不就是问你怎么关，然后 你然后你就叫我去。哦，对不起呀、啊。哇，骗我？没骗你，我以为你关了，我以为你关了。嗯，所以在哪？你点那个啊，加号键。加号。对、okay ，然后。体验，嘿，然后有个什么 TV 那个的，你把陀螺仪下面有个 off 改成那个 on， on 改成 off， 有吗？有，嘿，我要去关你的台，有点是不是？我去了，我也要去了，这边。然后嘞，熊在哪？啊，安妮的声音真的好好听。嗯熊在那个一个红色箱子上面。对，但是我没看到。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。
Nice，Nice。也可以把陀螺移民卡，也是可以。还是我把它打开，然后慢慢玩这样子。对，打开。敏感度，敏感度。Nice，Nice。啊，真的好好听啊！那个敏感度有分手提跟 PB， 我们因为是连接，所以你要用 PB。手提的话。手提就是你把你的那个 Switch 整台拿起来，那因为我们是截取，截取在那个荧幕上面的，所以用 TV， 懂吗？这样你有了解吗？不了解。你现在把整台 Switch 拿起来，是不是就荧幕截图没有了？荧幕截取没有了。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手提。那你插在截取盒上面，截取到荧幕上玩游戏，那就是叫荧幕。哎，就这样。然后嘞？然后你就，所以你要调是调荧幕啊？哎，奇怪，为什么没看你开台？我刚刚不是在里面打字吗？怎么打一打人不见了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然后吃一下15秒广告。好了，反正你就陀螺仪改成最下面操作，要 TV 模式 ，TV 模式的陀螺仪改成 Off。那你手提模式完全不用理他，好，可以吗？哦，懂的。好，那你回到画面，你推一下摇杆，应该就好很多。嗯，啊，舒服多了，舒服吗？舒服好。那你再就是灵敏度，灵敏度可以调一下。如果太快你就调负的，啊，太慢就调加。嗯，你说操作键灵敏度吗？嗯。什么叫做操作键灵敏度？就是反正你陀螺仪不要理它嘛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又变昂了？哦，没有啊，因为我有打开啊。我是说调灵敏度啊。哦，对啊，如果你觉得太快，就是往负的地方调啊；啊，太慢就往那个啊正的地方调啊。嗯嗯，一般来说会直接改声音，如果没有声音，可以从那边看一下属性。可以选择输出桌面，可是我连我，因为他是 Win 十一，我们没办法救他，我们都 Win 死的。点歌有办法吗？可是因为我里面没有，再加上我自己都听不到了。等一下，我加一下，我自己都听不到那个声音。我加一下观众好友哈，熊在哪？熊呢？在红色盒子上。我知道红色盒子啦，但是我真的找不到啊！你在跟我开玩笑？没有啊，不是你按一下叉，然后选熊商会，熊先生商会。啊、你的延迟是不是很高？没有啊，没很高啊。听一下我声音哦。哎、欸，你有会员吗？什么会员 ？Switch 会员啊？没有啊 ，Switch Online 啦，不是会员规定。等级是才开放打工，那好吧。那个番茄粥，大家带他练的咯、欸。不过他刚说他没有会员，女权用 Switch Online 没有买吗？你有买 Online 吧？可是他刚好看到玩家哎、欸，那是玩家吧？我们开一看就知道了，走吧。等一下哦，我先加一下一个好友。哈，没有没有，就是你 Switch Online 的话是，就是你要线上跟别人玩的话，你要买 Online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买啊，我真的都不知道。反正因为我都是单牌仔，那应该是没有。Oh, no. 对，应该是没有。你问一下指定有没有家庭方案的。我觉得你们团的应该要一起买一台。你说我们吗？对啊，三。那等一下做一个东西，你看看你有没有。哎、欸，那咪咪我加你了。那我先大厅开房哦。好，等一下你到照我的方式做，然后你看看可不可以看到我的房间。啊，没有，你先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慢慢教你，慢慢教你。
你先按叉，然后你选到大厅。密码是5哦。那再来你哦，因为是我送他的，你有哦。等一下，竹子，你是送他 Switch 哦，不，你送他游戏哦。啊，你真的？对啊。你那你先点免费体验7天好了，体验完之后再来、啊、再来玩。像你妈，像你送他整台 Switch， 那我怎么没有竹子？你先选那个啦，先选体验整台。不我就选，我选不到他。好，您国家地区无法使用 Switch eShop， 你要改成香港或日本。我要怎么改？来，你退出。退哪？按一下加那个房子的键。手把上面有个房子键，然后你那个齿轮，然后再是番茄交给你了。从电脑改吗？不是吧？我都是从官网里面改的。官网啊，对呢，要官网哎，对不起，对。那个，你下次以后玩这种游戏，你先来请测试啊，联动前不都要先测试一下吗？那我没有人揪我玩啊，我要跟谁测试啊？你。啊，不是，今天不是揪你玩了啊？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今天从下午就敲你，敲到了刚刚，你给我说你刚睡醒。啊！先丢官网给主播，番茄，快点！来了，我们要在10分钟内赶快教好他。我现在来去翻一下。诺英，不要急，不要紧张。有，我想起一些恐怖的回忆了。哦，就在哪边啊？就上面啊，对吧、啊？我会有个好玩一起玩的频道，又哪来新增的这个频道啦？来，那个诺伊，你点进这个网址，账号注册注一注。他有登录的话，应该是有账户了吧？我有账户啊。嗯，那你登录进去，那你萤幕分享一下。啊，隔壁台的也提亮一下，你们诺主播真的，一脸强扬，你不要紧张好不好？诺主播，诺晕，不要紧张。啊，你现在到哪里了？宜兰罗东，罗英。等一下，应该要调的话，就直接调日本吧。如果说他后面想要买游戏的话，日本 eShop 也比较方便了、啊。你说那个国家地区嘛、嗯？对，不要台湾，改香港或日本。台湾没有代理，台湾不支援 eShop。对，等一下，很麻烦。打一个通用地区就是日本。好吗？好的。好，那你重开游戏看看。不是重开游戏，还是重开那个 eShop 进去。哦。然后重开 eShop 之后，因为你原本在台湾，他会要求你再重新打一次你的账号密码。嗯，那当然画面要遮一下哦。我叫你的聊天室画面手动遮啊。或是直接把食物拿起来打更快。对。请问竹子显贤，为什么我没有 Switch？ 竹子显贤，你好像很久没有在我的台打字哦，你是不是晕诺音啊？你是不是音诺晕啊？关诺晕，我现在要干嘛？你现在，你就是要先登录。我要登录。对，先登录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脸上的那只章鱼会跟着眨眼睛？怎么那么可爱？因为它是 F2D。
我要登录什么？好可爱哦、喔！你要登录什么？不是你现在进 eShop 了吗？你是说我 Switch 的吗？对啊。等我一下。他是诺英独角兽哎、欸，啊也是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啊，我有啦、啊，我买这把双枪了，可是哪一把？哪一把？那个、啊，昨天在跟你讲有那个攻击战的那一招。所以今天是魔物价格月的那个新的更新，没有，它是那个卡普通的那个游戏资讯，只是啊，就是见面会那个东西哦，类似，对，但魔物也就一小部分而已。哦，你只是没说话，我都偷偷看了，骗人骗子。那请问，我昨天开台第六分钟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知道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还问人家？所以我问人家，他有看啊，你懂吗？观众永远都记得我们讲过了什么，我们做过了什么，对不对？怎么你是我的独角兽？我不信。没事啦，你多陪诺英也好啊。应该会公布茶及茶龙之外的魔物，希望没事。记得你还要继续尖叫、哦，哇！那时候刚下播就打开了，想安妮一个小时前，我点开来听，哦，因为萨尔达的尖叫，对，他就期待超久，从去年期待到现在啊，没办法，要冬眠八个月了，不会啦，顶多冬眠到11个月，然后磨一个月，再冬眠5个月，可以，咬一下牙就过了，象牙猪过了，喉咙痛到今天，你说那边叫哦，天哪，请好好保护好你的喉咙好吗？我靠你的喉咙。过生活哎、欸，他在等你唱歌给他听。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他要唱歌？你可以不要乱栽赃一些奇怪的话。我没有啊。你什么时候穿女装？你不要乱栽赃一些奇怪的话。哎、欸，人家有证据好吗？没有证据。你还欠人家两张照片呢、欸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哪里没有？你看又在骗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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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你到哪里了？主播，你要不要画面分享？主播睡着了。画、啊、面分享，我不是用 Switch 吗？为什么要画面分享？不是你就是你现在不是关掉你那个吗？画面。啊，对啊，我们现在想说你就分享你 OBS 给我看，你到哪里？没有啊，我用 Switch 调啊。那、啊、你好了吗？没啊。不好，所以我才关心说你现在到哪边了。嗯，还没有。因为怕说你等下问我问题，我们开打的时候又不好意思不方便回你。嗯。他现在在转，可是我不知道在转什么。你说橘色的左扭右扭那个吗？对、啊。我已经打了好几次密码了。请问番主播那怎么办？嗯？就是说他一下头一直在跑那个、啊。跑哪个？左右左右的那种。
橘色的那个、啊，应该是这个画面吧？哦，只有橘色的哦。你说那个读取画面是吗？对啊。你只能等他，因为毕竟你刚进入日本一校的，他要读取的东西很多啊。哦，那我们可以应该是这样的。我是要用香港的，日本的文字我看不懂。没，因为日本的其实你跳日本的也没什么关系啊。对，它其实没差啦，你只知道地区它的地区而已。对，反正你要买什么东西，竹子贤贤会买给你，你不用管那个日文，懂吗？然后至于要怎么买，我们这边我也可以教你。对他等一下贴一个网址给你，跟你讲说4:47，妈的！我每次问他问题都同一部影片，我说你这影片那么万能。很好用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吗？笑死！快啦，我们先一场好了啦。啊，我去测试看看这把枪。要带我、哦？来、啊、是吧？我就快把地板涂了绿。我看不到哎、欸，自己看得到而已。自己看不，别人看不到我涂的、啊。哦，我没按。完了，要用体感打玩家啊！去打。那你不觉得那个打工还比较难吗？打工还比较难。不会啊，他傻傻走过来让我打、欸，不会难。是没错。啊，输了，三个日文的。我下去改日文。我马桶你在哪？在右手边。来了。我要感受到这把枪的优点。好，应该好了。你可以进入日本 eShop 了吗？我已经用好了。你想？记得是进入 eShop 里面最下面左边最下面有个有关于那个 Nintendo Switch Online 的那个哦那一栏左边最下面。嗯，不是啊，我用好了。哦，你已经有免费七天了吗？我出了。那要等我们一下，我们还有一分钟。哦，你们真的很烦。不行，我好智障！天哪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快跑！好用哦，我喜欢这把枪。我换滚筒了、哦，我气死了。先关掉了，还不熟。不熟的时候先关掉。啊，对。这把枪好用哎、欸，我喜欢的。哎哎哎！他总没赢。感觉有吧？有，关不掉。
你怎么知道又有了？你怎么又知道了？你知道昨天我私下玩的时候，关塔又私下玩，他讲什么？哎、欸，好像输了哎、欸。然后爸爸他直接讲啊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他说你怎么看得出来？没有啊，我们很多哎、欸。然后45-39，我说你怎么知道你赢了？等我这次 KDA 倒是不错哎、欸。啊，我们先帮那个吧。嗯KDA 倒是不错，我怎么不错哦，641啊！啊，354啊，可是图你比较多嘛。哎，你现在出去了是不是？那我现在出去了，因为毕竟按继续就又再来啊。好的好的，先把它解决吧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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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DA 赢的说话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哎、啊，嗯，你现在是在排吗？没有啊，我重开啊，不是出来都要重开吗？神经病，为什么刚刚有到100多人看？那就是你强啊！没有啊，红人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过气了，网红过气了。哪有，我前阵子看到你开的时候也是100多人在看，好不好？我开什么？我忘记了。你骗我，你是在做梦？没有做梦，我记得你那时候真的开来，我看你的时候是100多人，150几个吧。玩什么东西啊？我很久没100多人了哎、欸。没有。迪士尼吗？没有啊，迪士尼也没有啊。不是不是不是迪士尼，阿茄开了没？哎、欸，你不是要先交那个吗？交什么？诺伊拿那个免费的7天啊！啊，啊我拿了、啊，他拿了！哎、啊啊啊，你沉浸在你那把枪上面，你这样不对哦。对，我刚才在试这把枪啊，我没有试到命嘛。等一下，没差啦。进来的算他倒霉啊，要带诺伊哎。好啊，来进来吧。来了来了。哎呀，你什么意思？嗯，来诺伊，你看一下有没有你进入一个很像传送电梯的地方，按大厅进来之后。嗯，等一下，按大厅。嗯，大厅之后你往前直直走，然后偏右边一点有一个像电梯的一个筒子，灰色的。你玩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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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必须完成首次设定。要不然又要设定什么下？他要先打完，他要自己打一场。嗯，我都忘记了、欸，昨天有打吗？有啊，你先打一场才可以设定名字的。哦，对耶。那、啊、我要干嘛？你就进去打。就 OK 就对了。对对对，一直 OK， 反正他都可以改。晚上好啊！好、啊，那我们再开，那我们还是我们等他，反正3分钟。啊，3分钟而已，等他。然后 PK 吧。如果看不到你，欢迎来到大厅。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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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你昨天拿的那把弓吗？对啊。对。差别只差在我现在是用体感啊，所以没办法很及时的支援到你。没事，我觉得我这把双效拿的还算蛮顺的。你看这把双效还可以这样躲，他跳跃就变躲。而且我要先一个人玩一场比赛就对了。对，你一开始名字叫做 Play， 那你玩完之后才能叫做 Noe。哦，好的。对，我昨天也是自己第一次打哦，第一名哎。你昨天第一次玩吗？我昨天第一次玩啊，我从来没玩过这游戏啊。不是前天吗？昨天。我昨天才玩诶、欸。哦，是吗？我还没睡。等一下，是吗？是吗？哦，对，是昨天。你昨天才买给我的诶、欸。我忘记了。你昨天才给我钱，叫我自己买的诶、欸。我没有给你钱，是我给你序号，我没给你钱。不是你给我序号的钱呢、啊？哦，那倒是。对啊。嗯。那还多一个礼包的钱。
没事。为什么要让新手玩这些有没的？哇，安妮，好可爱。好的，我再把家里补满一点，做苦工。不，我跟你讲，这款游戏你还是要往前冲。那你补地的话是增加你右上角那个大招的能量。然后我们的安妮主播他是说不要低头，你直直射就好。你低头射其实效益不大，又看不到底了。而且是现在这是你们家，哎、欸，你往前打，看到你就打，看到你就杀。不是啊，你到底在看我哪里啊？我看你的直播、啊。你看我的直播的话，那我早就已经过了、欸。那你延迟很久哎、欸。你延迟有十秒以上了呢，是吗？嗯，没有吧？看是看超低延迟还是中延迟啊？应该是开到中延迟。超低延迟还是中延迟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你延迟不慢啊。嗯。哎、欸，然后你要随时蹲在蹲在里面去射、喔，不然你后面要用技能的话，跟你讲能量不够。嗯。哎、欸，你很强哎、欸，等下靠你了好不好？什么？我不知道自己干什么。哇、啊，你就是什么都没干，你就生命就死人了哎、欸！什么？什么？天空好色吗？你要往前跳射，往前跳射，跳射就是 B， 你说 B 加那个 B 加跳，那 B 就是跳 ，B 加。B 加射击键，你现在先，你现在跳起来试试看啊！嘿，没有，嘿，嘿，有啊，你就头要高一点， hey, 头要高一点，嘿、hey, ，这样子，嗯，那、啊、我怎么走不动？那、啊、我怎么？好诶、欸，安妮的直播开始啊！嗯，怎么躲不进去？嗯，因为你的脚底下不是你们的颜色啊。往前跳射，我试试。哇，你们赢了！布雷，你赢了耶，布雷！然后你再回家后，你去那个电脑那边改你的名字。电脑，等我一下，那个电脑。好扯哦，弄赢了哎，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就觉得很扯。你刚刚真的在人群中左右右扭，你身边的队友死了，对手也死了，你真的是什么都没做。什么东西？反正你去改名字啊，改名字之后就可以加入游戏了。然后你晚点再问指令，或是你们那边谁有那种家庭方案？应该是没有人啦、啊，因为我们这里只有我们几个玩 Switch 的、啊。对啊，就是我们 Switch 看看他们位置啊。先透过一下，不然你这款七天后就不能玩了、欸。我就是自己买了。对啊。我已经买啦、啊。你买会员了？买了。啊、你刚不是七天试用，没有用哦、喔。我刚没有，没有啊。你没有用试用，你直接买会员，你买多久？买一年？没有，买三个月。哦，应该也差不多啦，你应该玩一个月就差不多。你玩一个月就可以疯了。好啦，预、欸、设就 no 赢哦，那就 OK 按 A 啊、嗯。好了吗？好，我忘记了。好了。好，那你按一下那个左上角的 L 键，食指 L 键按下去，然后再按。再按一次。对，嗯，他叫我去武器店看看啊。不用理他啦。好啦，那你说什么 ？L 键再按 L 键。L 啦 ，L 了。再按 L 键。L 键再按 L 键。涂抹装置。再按一次 L 键。再按一下哦。有没有个好友房间名称？对，点进来。好。那恭喜你可以跟我们玩了。好了，可以按下你的，关掉你的。
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玩了。不够，你还没按哦。好，但是还是会呛我。我没有。我不要比真的有打对。太小力一点。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会对这款有兴趣啊？因为我觉得很好玩，我从以前就蛮喜欢这款，不是因为以前都没有中文版。嗯嗯，是因为没有 Switch 哦？不是，并没有中文版。有 Switch 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在看要不要买了，就是因为发生同一错误。对，等一下再加一次。驾西安安，哎、欸，对，好像是这时间通讯错误，哎，好烦哦、喔。8点左右。我们昨天打得很起劲，而且我的一个 KD 还有蛮漂亮的，就通讯错误没。9点。嗯，还是我们昨天与主机连线错误。好哎、欸。好哎、欸，他卡哎、欸。好了。好，番茄开，好，我开，我开，我开。我现在它是卡在一个画面。也是啊。我重开啊，我重开游戏。嗯。它一直在读取那个画面、嗯，右下角那个一直在转。好，诺音，用刚刚的方式加我好，加我房间。我记得。嗯。不要！我说我忘记了。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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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， 按三下 L。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按太多下了，等一下。他每次来都要听一下新闻，按一下那个 L 键啊 ，L 蘑菇头按下去就好了。真的？真的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上面就显示一个 L 键给你按，你不按？我吗？有啦。然后因为这款游戏它的武器啊，如果你是以等级标准嘛，比如说你一等买一等的武器，二等买二等的武器的话，你武器券是要一个。那如果你越等买武器的话是要三个。所以刚刚你不是说去逛武器店吗？嗯。想说先不要叫你去啊，不然你会跟我一样不小心按下去就买下去。他应该是买一个滚筒。欸、滚筒好用哎、欸，我刚拿来打你哦、喔。然后他一等升送一个那个武器券，所以你要买一个武器就是要升三等。嗯，就是你可以网络上看一下人家什么枪还是什么，或是你可以跟我们的安主播说你喜欢什么武器，他可以推荐给你。安主播已经去开台，我不知道啊。叮叮。哇看随同底这边有打武器好帅，我喜欢那一把。然后我手把我现在快没电了，等一下快没电了，然后在我开始的时候手把没电了，把我给你杀了。灌，有饮料灌！别飞我！天哪！
三小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炸弹是吧？哦，好的，来。他们那个制裁不了啊，烦哦。我在哪？摔下去了。啊、你要放在身边啊，这么大胆。我们这时候要赶快拖地，最后二十秒的时候、okay. 因为最后还是看说谁第一站对着我站地，对对对对，是最后啦，前面你杀杀开心杀多爽都可以，反正最后就是我们的地要多，就还赢了耶，因为诺英都在后面拖地。那你很适合拿滚筒哎、欸，你就滚筒压着，一直往前走就好了。伤害又高，等他近战，如果你滚到人的话，就是死。哎、欸，凡西，你今天装备有多孔的吗？没有啊，穿过了。诺英，按继续哦。好。我今天有两个二孔。然后那个 app 我真的不想下载，我今天跨区一直跨失败，不想跨。然后你今天说哦，你研究成功了哦，恭喜你，然后我就去睡了。那你们看到我把蓝菊花删掉了吗？干，你还回收讯息？你找死啊！我想说我跳成功了，你找死啊！哎 ，DC 嘛，哎、啊，私讯嘛。恶心我就算了，还能踩我底线。这套恶心你的话，我没有收回来过。这地图没来过。有啦，这款有，这张有啦，只是这张我们在敌营呐，在另外一面。女红客，女红客。啊，这把手枪的缺点，它没有炸弹呐、啊。冲啊！我看，我两个人。太多人了吧？这是什么大战现场？跑路，先跑。啊，没了。这个好强哦！我是飞到你。这个好强哦。哪一个？不知道。为啥还对？刚往我身上打。你说有一个东西往前冲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是不是不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绿绿的很恶心。好像这刚很好刚的。啊！啊、哦！中中中中中！赞赞赞赞赞！这人很恶心哎、欸！有一个人在家里，他在。你在我们家。我们家。是啊，绝对我。
哦，是我。哦 ，Hello。感谢你们的大家，过来看一下，还不错，今天过得很好，我要回家了。打扫。随我。番茄如何？咦？哇，0.1！ 我靠！差异是怎样？就跟你说哈，拖地工还是有用的。那你要不要拿那个啊？就近战武器，沿路一直拖。他蛮适合拿滚筒。可是他就是只近战啊，啊，他如果被封之就真的很难受。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。731还可以。你双枪这在对枪的时候没人打的，除了被滚筒弹。所以我要现在干嘛？你等啊，我在等。好，先把你带到四等，然后再去打工。好，战地对战，嘿，蓝色跟黄色，耶、yeah ，看，嗯，慢点再回来。对不哦，嗯的，也是。巴斯坦能打，开心。开大招对面有开一个大怒爆，他们实力抓超好的。我有放一个发射台，等下可以直接飞发射台。发射台干嘛的、啊？就是飞过来的。你看地图会有个发射台去，发射台图示。没。没、欸？是啊，我现在没空看。啊！白痴，跑那两个滚筒啊！哦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大家都死掉了。有没有看到发射台？你飞过去了。我真的完全听不到游戏的声音耶，水哦。滚台都在被你用吧。哦，哎，黄色才更能用。哎、欸，好，好干。
往前推，往前推。他推旁边，他推旁边，诺英小心。嗯。完了，我直接没料。嗯。哎，华信，你有没有拿到残卷啊？左残卷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吗？嗯，玩的那么少，玩的很少哎、欸。可是我跟你玩的差不多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只有开私下玩，跟你玩那两场没了，我其他都没有动过了。然后我跟你讲说我在练的时候，我只是在打气球而已。哦。想说我残卷有经验加倍数。我知道有啊，你要现在吃吗？我已经吃了、啊。你吃，那我们就有了、啊。你是吃哪一个啊？你是吃左边右边？中间啊，这我好像。它不是有个团体吗？我没有团体券啊，我做单人券啊。单人券那是你经验加倍，不是我经验加倍啊。啊，所以我问你，那你有没有单人券啊？没有啊，我就是都没有啊。哎、欸，诺英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对，诺英不见了。不知道、欸。退出，退出，退出。怎么退出啊？痛啊！我会合、啊，发生错去错误。你会合了？哦，你刚刚你最后结算没有马上跳出来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。你在干嘛？你又在分心？我在思考，我等下我要买那个，买武器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时候要买？你现在有几张券啊？银券。不知道要怎么看？你现在应该只有一张了。来，诺英，你现在看我的直播，去我的台。那我先开房。我跟你说一下，就是这把武器。哪把？等一下、喔，呀，这把，你看，它就往前直直走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碰到，知道这个，你要碰到一二五，每一次，你就这样就好啦，这样逛。那如果遇到远程敌人的话，你就是跳起来打，跳起来打。那你跳起来打，对，那跳起来打是直的。啊，如果你平时打的话，就是扇形，丢三个、三四个，因为跳起来比较直、比较远、比较长。然后有时候你就是人家来了嘛，你就龟在旁边，我们在鸡蛋龟在旁边啊。他们一来的时候你就跳起来，然后就这样冲过去就好了。我昨天就是这样子，我这就龟在旁边，敌人一过来我就这样打，然后总共阴了三个人，结果就通讯错误，我觉得是有人跳 game。好，你去买这一把，他一等就可以买了。好。怎么错过什么？你没错过啊。武器店嘛，嗯，我有两张，完蛋了，嗯，我拿滚筒了、欸，嗯，那怎么办？按取消，我看到取消了，先取消了再按加，有了换了，嗯，话怎么那么多？对吧、啊？他会每次你进去只要解锁新的武器，他会跟你话唠一下，一开始还有耐心看的，现在。装备滚筒，耶、yeah, ，好的。然后回去，要去哪里、嗯？你们好了吗？好了。我会合、哦。嗯。哎，密码。一直按就好了。什么烂？四个五啊，四个五啊，就一直按啊。不对，它在中间了。
快乐。我够。跳起来。跳起来。跳起来，然后按射击键了。射击键，就那个一样，就是跳射。跳射是比较远的，他平时就是射击键按住，他就是按住就好了。你是绿色哎，好了，输了。再投绿色就是他讨厌绿色。是我真的看不到的。再包起来。嘿，你。万一你后面有一个人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看到了。哎呦，躲不掉。这放个讯号台在这里。嗯，怎么会？不好控制。哦，三个人哦。嗯。一分钟，点很久这个人。能不能上去？加油们啊！封印后面有一个人，哪里？我到了。哎，对。哎呀，跑路，跑路，跑路，跑不掉。你滚不到人。嗯。要不到一个，两个。你看吧，输了。啊，没事。是意料中的事。那有时候就很奇怪，遇到一个那种很强的，有时候遇到那种。我们很好虐的，嗯，哎呀，绿色就会稳输。原来是绿色部分吗？没对。啊，如果你想换武器，就是结算之后有个制定，就是不要先不要按继续，有个制定，然后那边可以换回原本的武器。嗯，不要。那国统又很开心的。对啊，确实。当中没机会放饮料。
专业清洁工，专业拖地工，吼。诺伊，你先往前冲。咖喱的不用，先不用，先不用拖。真的吗？嗯，反正我们会死会复活，会死会复活的时候再弄就好。拖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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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拖我根本不需要手把，我的 Switch 手把就已经够有体感。确实。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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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，等一下等一下。你刚被爆起来炸弹我可以破坏、啊，这么屌，是吗？放一个需要台这边，等下姐姐接过来。哦哦哦，冲太冲动了吧！做人不能那么冲动，真的。哎，不行，这会倒下去，对不对？这会掉下去吗？会，有地府击杀。哎，等等。真的假的？就差那么一点了。嗯，人家的滚筒玩的比我久了。危险危险，番茄危险了，番茄。我也不能做什么啊，我的枪只能用来打架啊。那可是我现在没打死任何一个人呢、啊。哦，不死了！哇，天哪！把我打死！完蛋哟！怎么看？从头到尾毫无反应的诺主播，没有啊，我反应挺大的吧？没有吗？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，就是，他就死掉了啊，要有什么反应？他就死掉了嘛，啊，想怎样？你等了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那出去才能看到，你就是按啊。看不到哎、欸，在哪？你看不到？嗯、啊，看不到。你按太快了啦。嗯，就我了。你不是说一直按就对了？就一直按啊，就聽一直按就可以到看得到画面啦。啊？它会，它后面会有个等级提升的那个图，慢慢加，你看那边就好。嗯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在第几次的时候按第几次？我不知道。他就一直按你，哦，两个 G 耶，要死哦！完蛋，看来我要超后排。你在做三项金？没有啊，他的三金有点判定很奇怪，你只要做没人做的事情，就会有金牌。真的？嗯。看跳跃，我们都每次都是无人不救金牌。番茄冲，番茄冲！
你炸死一个。我也被炸死了，天啊！哦、我被狙死了，好痛。哦，这滚筒有炸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那我要买一个。刚才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印章盖章。fuck， 嗯，这个有点痛。我好像有点点。想要压他，对面是刚刚遇到的，不一定，不会变。我说对面是刚刚遇到的，是吗？你有看到同熟悉的 ID 吗？对啊，哪一个？什么人类呢？一代。老婆安安最近刚弄错，记得保暖。被雨具，注意身体，随时喝水。好的。滚筒用跳射会比较凉，可是我不熟悉跳。就熟悉呀、啊，要练啊。所以我还在练啊。那、啊、你有在跳吗？嗯，现在。下面很多人，有感受到吗？感受到。哎、欸。拜拜。这样叭叭叭击倒的是指我打死他吗？你可能有助攻。哦、嗯，这也是有助攻的一部分。嗯。等下结算好好看呐、啊，等下会有个击杀死亡助攻。哇，干蓝色的太满了。完蛋了，我还在咬珍珠。好，开始不是跟你讲说你获得几个牌子吗？嗯，对，这时候你按下去之后，嗯、然后会有一个等级提升的画面、嗯，按下继续，继续好久。哦，我现在三等的。对，我现在三等。哦，我在这边。然后这时候会看到你有没有？你杀一个十七次这样子。哦，说的现在看到了、欸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助攻击杀。好嘞，好嘞。然后跳射箭出去的墨水是紫的，哦，紫的，这样 ，OK， 紫的，可是它看起来没什么伤害，有很痛，你看，你要挥得到，你要我挥得到，对啊，哇，我们赢了，你讲的哦，好色。靠你了、哦，做主播、哦，我就讲一讲，我们又要分担，四个都中了，四个都中了，杀！来啊，双压，双压，双压。跳色，你那边腐烂。看色，我是鱿鱼，我是鱿鱼，哎，我是鱿鱼。哎呀！哦，人在哪？为什么找不到人？人都在他们家，他们不出来啊。喂，又是同一批人，到底想怎样？我完了，
树。你们刚刚是在砍树吗？没错的，都在他们家的。为什么这边都一堆人？我在我们家哎、欸。你们是不是我来了？我来了。我在我们家哎、欸。不好意思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他们在他们家没错啊。我在我们家死哎、欸。你下网吧，跟你那么熟。我人好丢啊！嘿，没有啊，那滚筒真的不太厉害。滚筒大招什么？那一把。然后跳射会重要的地方是你一个跳对呀呀呀呀呀哦。移动的障碍、哦，我知道啊，就是会比较那个可以跑出去嘛，对吧？我的理解没有错误吧？诺伊，在干嘛？不要看地板，不要看地板，不要看地板，你在看地板对不对？我没有，没有看地板，只是我想说我要绕过去，可是我绕不过去，就是从背后来，然后，哎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玩好了。别闹了，繁星！别闹了，闹什么？没事，对吧？小心那刀！耶、yeah ！好，小心，你会小心的，你会小心的，你真的会小心的。好哟，好烦啊！他怎么死不了？哇，这个滚筒！他真的死不了，他就这样子一直滚，没有人打死他。天哪、啊！他打不死、欸，那滚筒烦哦。他是把我们碾死哎、欸！什么啦？嗯，我们的诺音主播要多练一下物整移动。我他妈的才玩不到两个小时，到底要我多强？我就问，一直叫，对不对？一直叫，对不对？一直叫。我他妈的，我们私下玩就好，我少开台玩啊！干，我还他妈的很少在玩 Switch， 很少在碰手把的，老子都是他妈的 WASD 啦。嗯，两个孔呢？一直玩一直跳。哎、欸，对耶，今天扭蛋还没抽，抽一些。啊，现在不能抽啊，亏，笑死。需要小弟的可以叫一下，不然你进来好了。如果你真的很强的话，可以凯瑞的话，那你进来快点。现在马上，快快快快快！啊，来不及了啊！来不及了，然后现在可以进来，只是等下一场，先进来吧。你进来啊！没头。好可爱哦、喔！我跟你加油、嗯！我们是粉色的，可以了啦。你刚说什么？赢定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啦。我们是人凶吗？我凶你，你是不是太久没有被我凶哈？我经常被他凶。其实哦，其实哦，不用移动，其实也 OK， 是不是？对，不用移动也能直摸直。嗯嗯，早点讲嘛，我以为要移动才会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你现在理解到哪里啊？反正你新手，不敢教你太多东西啊，你又听不懂，对吧？而且我们也算新手了。对啊，我玩不到两天呢、欸。我也玩不到两天。我玩不到八个小时哎、欸。是啦，大家好痛！开干，开干，开干！冲啊！为什么每一次我死都是那个什么年轻人？年轻人到底是对面的是不是啊？呼呼！怎么会这个？一直有，一直有，一直有！我不想这个。我也想买这个技能。拖到他家，拖到他家去。完嘞！有时候觉得，哎，后面那个滚筒后面啊，我们的队友，
他才撸过去，后面的滚筒就跟着撸过去啊！白撸了，白撸了。方明拖地。对，拖白工。杀了两个。那碾了两个。哦，可以压进去了，可以压进去了。好。哇，我以为这是诺英，想说哦，诺英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能压进去，能再压，当然，那不行。我这边放个讯号，可能要飞过来。好，对面讲。好的，好的。哪一个？我点不到你那个讯号的东西耶。就是你把那个圆圈用滑的滑过去，然后点它就可以了。有，我知道，我很想往后靠，可是劈到角落，我没办法。最后一波很关键，跳起来射会变直的，我知道啊，可是。我很努力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玩不到八个小时，也不要逼我了。等下跳出去给你们看，我玩十次。那不是名牌，我看懂了，那不是名牌，那是名牌。这里是谁？看到了，是真的。哎，退出退出。啊，玩到这。打工吗？打工哈。退出，好啊。可是配对中。那位观众可能要重新进来一下了。嗯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怎么退出啊？就退出啊，有个写个退出两个字啊。没有啊。刚借完一百批，不是。是配对中哎、欸。是这把武器太烂了，这把武器、欸、我玩、欸、那干嘛？我在配对中。按home按那个加那个房子键。啊。按 home 回去，然后一关掉游戏。怎么关来的？没有，是这把武器真的，我拿了之后很少低于1000过。这把武器太坏了，坏武器。哦、嗯。真的哎，这把是打工专用的武器吗？我觉得这把我很喜欢哎、欸。碧旅现在在饭店，为什么是这时间碧旅？他只是我拿，都没办法1000，啊，那假的。我们逛今天的杂货店。而且我还在习惯体感的陀螺仪啊。开吗？嗯，开啊。好。卢米也有玩啊。对。哦，没有。哦。哦，他的那个哦，烦你。电台。我们要等诺英那个教学。不用啊。电脑会教他。啊什么？我们要等啊！我还是要等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什么东西？你教学要过，我们才能、啊。你去找熊先生。你去找熊掌柜。OK。那我去楼下洗个杯子。问题，我要干嘛？第一课，
鲑鱼会从大海来袭，当他们受到墨汁攻击 ，bug。嗯，没缘分对战了，不会啦，都还会有啊。只是先把今天的钱赚够啊。我们今天才赚三颗转蛋欸，看有没有办法赚到十二颗啊？还是你不喜欢打阿普打？哎、欸，会掉下去。会啊。里面不能射。金手村打工仔。啊，扭蛋是右上角那个95-99吗？那那个对吧？左下吗？阿咪咪，你打工打完是不是？找巨大啊！我找不到，在哪？你现在画面打哪？我看一下。找巨大鲑鱼啊！你就找一只会动的东西啊！可是我找不到啊，真的。那你没有好好走啊？他不会动。他让你示范啊，他是叫你打而已。你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对对对对。然后你去捡一颗金色的那个，我们主要是捡那个金色的。嗯。然后我们要把它放回篮子里面。篮子里面。对，中间有个篮子。你就是把墙壁涂一涂，你可以爬墙上去。刚刚有个那个小阶梯，你就涂，然后就按那个潜水，然后就可以潜下去。这个可以多练。这爬墙太难了吧？不会啊。嗯。放这个吗？嗯。我开了，去哪里？可以进来了。有个绿色篮子。你开了。嗯。哎、欸，咪咪，这边四个五。他说他没打过工啊。谁？他那个原本要加进来的会员啊，他说没打过工。他、啊、没打过工，没差、啊。啊，其实打工很简单啦、啊，可以进来没关系、啊。打工就打 NPC 而已，比对战还要轻松吧。只不过你要先过教学，先过一下教学。啊，他也玩，他是完全没玩哦。应该吧，照他这样讲的话，感觉是连超级鱿鱼的那个弱点应该都还不知道。鲑鱼吧，哪里的鱿鱼？是诺英想打玩家、啊，嗯，那就打完开都可以啊。我问他，不问你。哦，我以为你说他想打玩家，不想打玩家，不想打玩家。好，我说我想打玩家，你想打玩家哦？那你先过完这个啊。玩家比较好玩的感觉，因为这个是赚钱用的啦。这个私下再打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我们离开吧。等。我先把这个过完。大厅选项，离开房间。按错。你打玩家胜率超惨欸，没事啊，这。对面又不能打字，我就觉得还好，没有打字嘲讽键，就只有碾压被虐而已。我们胜率也很惨啊，没事。对啊，没事啦，我只希望我都1000分以上就好了。开喽！等一下哦、喔。
怎样，主播？你又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在鲑鱼。哎，来，秘密请进。不是，你说如果滚筒来的话，我是怎样？我是这样子去射吗？还是就直接跑？可是跑的话，他一定比我快啊！边跑边射啊！不是边跑边射，他滚筒滚下去，一直按着就好了。你怎么边跑边射？北西哦，你边跑边射，速度一定慢啊！不是。晚安。你进不去的奇怪，为什么？锁密码也不行，是不是？那不要锁密码吧。OK， 那重开吧。哎、欸，那你知道按 L 键就好了啦。我知道啊。你怎么没教我？我刚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、啊。我是刚才知道的。讲、啊，还、嗯。你开还是我开？你开啊、哦！我开好了，我开好了。哦好。往后滑。你说面对他往后滑。后面要记得吸，不是啊！我刚刚的情况下、那個，我被卡在角落、欸，嘿，请说。那个第二个人那个任务要怎么？那个就是跟你讲说，跟你讲说那些 boss 的一些打法，那个你私下再去看就好。如果等一下都没有要打的话，你私下再看就好。啊，我好了。那加入啊，回到大厅。按 X。按一个就回来大厅吧，不要跳下去，你就这样子哦、喔。可是，就是我还在习惯，没有重点是你讲的我知道，重点是类比很难，我还在习惯。我选择不习惯。我可以先上个厕所。可以啊。等我一下。他如果不动的话，我可以啦。啊，如果他一直左右右扭的话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当然会吓死。多滚几次就会了，所以我觉得我比今天下午还要好很多啦。今天下午我整个是晕得很欸，但射不到欸。就只能慢慢瞄。而且有时候还要按下 Y 键 ，Y 键结果类比的位置就要重调。但我 Y 键很少按。不是因为你有，你现在是陀螺仪吗？对啊。不是啊，我不是陀螺仪啊。那就对了啊。Okay. 你陀螺仪的话，你有时候。你有时候你的画面会越来越偏，越来越偏，你又会拉不回来、啊。哦，我懂了。你人陀螺仪就好忙哦。可是你要变强，你陀螺仪就是要开啊。你不早点练，你越后面，如果打等级越高的，你要怎么练，对吧？好的，我现在开。没有啦，我跟你讲而已啦，你不要现在开啦。陀螺仪我可能后面才要先。我先看一下，我先习惯一下怎么打，怎样打法的时候习惯之后再去开陀螺仪吧。因为现在目前是我这把双枪拿的比较稳定一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观念跟一些打法啊，怎样打之类的，等到学会之后我再开陀螺仪，这样比较好。我今天是卡弹的，好烦哦。用崛起玩过光芒习惯陀螺仪。不是啊，因为，哎、欸，你怎么退出了？他说什么时间更新？
时间表也更新，对，直变证、全部退出了。抱歉，他在搞我。要看一下我的武器卷有几张。不是因为 PC 我也想用陀螺仪玩啊，但是 PC 的陀螺仪很奇怪啊。只有一张。我等来呀、啊。哎、欸，重来，刚刚跳出去了。哦，好了。ちょっとね。鱼，章鱼，章鱼。好啊，按你来啊。按 A 啊。啊好啊，按 A 啊。啊头吗头 ？A 啊。好啊。我你是好乱。你不都也无饲 A， 你搞我骗！哦，还是超难完蛋。嗯，我台语，我台语是属于听得懂，可是不会讲的。正常啊。啊，三个外国人。对，三个日本人。哪有这么样？有人在上面哦。啊、我怎么瞄不到人？好屌的！哦，我就想要这一把，这一把叫什么？那盖章的好棒哦！是会动是吧？因为有时候你的左边食指，左边食指那颗 R 键你可以按，它是丢个扫地机器人出去。哦。对。OK。没有帽子。在哪？我刚才已经是你放的。哎、欸。我。我输了！雨刷大招是锤子，哪一个北斋吗？我放一个发射器了，可以飞过来。是吗？没有啊，反正就该换了啊。好像是一把剑哦。发不出去。加油，诺英，我们冲！我们是粉色的，不能输给绿色的。完蛋了 ！OK， 拖来，拖，番茄，好碎！没你的事，没你的事，番茄没你的事。哦，我下来了。
好像一半一半耶、欸、好像我们一半一半，我们赢了好吗？赢成这样子一半一半，感觉是一半一半啊，差不多了。欧妈头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的名字很好念，看了看一下就会想叫一下，那太有身材了。手链都提升了，加一星了。我安，我辛苦了，记得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嗯，我下一个应该想玩猎那个吧，猎鱼的弓吧，那叫什么弓？猎鱼那把，那把好像有，你有？好像有买到一把，就叫什么猎鱼的弓，可是我弓不太好。那他的大招就是一个像水柱往前喷的、啊。我以为你会先买银喷的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买吗？没有啊，银喷那时候是看安看安妮的影片啊，被他的声音给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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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推什么我都会想买，可是适不适合我不是都不是，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银喷不合，我觉得啦。把人炸死！你很棒，我看到了，回归于尽。嗯，对。什么呀？看那个炸弹插在墙上，那是吸盘炸弹，所以粘在墙壁上。嗯，吸盘炸弹。哎，我们后面有一个呢，两个，太多人了吧？这个好准，加移动速度哪够那么快？厉害的。两只啊，那么多！我挤过来，天哪！哇！碎碎碎碎碎！三杀三杀，趁现在趁现在！还有个人，我看到抱怨信号。来，点点啊！太快了，差一点点就粘了。哦，我觉得这波也蛮，这波好玩哦。我们两个杀了三个，哦，好刺激。好吗？你再看一下念，每看一次就念一次。哈哈哈哈哈！念了一下。
摸摸等到底有什么差？啊，去，我先问一下工作室，马上回来。好啊。有去买衣服了吗？今天没有喜欢，没有好的衣服，都一个洞。对于会手抖的人来说，脱衣真是一个很痛苦的东西。衣服好像有不同功能，没有，我现在的衣服在配对中了。哎、欸，就通讯中断，好险，提前通讯中断。没有，我现在的衣服刚好是比较适合我现在，我就是要极大招，极大招那个啊，缩短的，然后死掉之后，大招的那个扣的比较少。我觉得现在还不错，电力方便。来来来，请进，请进。我要进去喽。没感觉。嗯。对。我现在就是，我现在衣服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这个是极大招的，然后刚好抽到的是那个建设的嘛，建设范围增加。那这个是死掉。不能喝茶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就是死掉之后，就是扣比较少，然后死掉后扣比较少。嗨，樱花安安，你他妈的，你下次再给我回收讯息，你试试看，我一样会 ban 了你啊！不要因为你是做 V 的，我就不敢对你下乱来了啊！看我的诺主播还是会被我骂。啊，我们翻主播啊 ，Tomato 啊，一每天都被骂，然后每天骂你。哎、欸，不过你现在那个装备是几级？就一个洞而已啊。那你可能就是要去找同样装备把它提升上去的。就是升星啊，花钱升星上去啊。一万块啊。对啊。No E。就是发现。有那个运气。我有点想尿尿。欸、你去尿了吗？还没啊。啊，那等一下啊。可以先暂停啊。我暂停。我暂停。我暂停。救命。你骗我！好了，就这样了。我先打一场，翻三分钟了，可以的。那要离开、欸？没关系，就进去了，就进去玩。不是，我说等一下还是要离开、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结束后会继续啊，还是按退出？等一下按退出好了。按退出，直接退出再重来就好了。啊、应该没关系吧？不是啊，有关系。是我退出。觉得还好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反正我不急。莫英，不要涂家里让我们涂，求你了，我要急大招的。啊、我这个是 AP 好运姐、啊，你懂了吗？我好。好，然后反正就是靠技能伤害的好运姐。右手边两个。我妈头，我还替你报仇了，哎、欸，指望了，还碎啦。哇，你好棒。好马桶，他超了！好马桶，啊，血，我真的觉得要开一下。开什么？那个什么拖椅。你先不要好了，我怕你会晕死。啊，可是这样子，那么甩不过去。对，就是我想了嘛，你没有用陀螺仪的话，你很多东西是甩不过去的。那在你的类比就是要调到零零超级高，这个你慢慢来啦，这个真的有点。他现在陀螺仪可以开，只是灵敏度超低一点，再慢慢把它调高。嗯。哎，敌人。就蛮该给你上去啊！左边很多、哦，我这边放了一个发射弹，可惜过
哎，一分钟。嗯，尽量不要死了，蛋塔时间。啊！我也要屁股，完蛋了。能打掉一个。上不上去？到拇指下面的关节去按，真的好痛。喂，可惜可惜。按他不是要上厕所就要去？对啊，你先去啊，你再按退出。啊，他等下可以顺便去买一下那个衣服，看一下。有没有三孔的？至少买下来。什么叫做三孔的？你等一下荧幕分享。对，然后一起厕所。我喝茶会这样。那40000块，我觉得我可以提升等级。先去吃宵夜了，好，晚了哦。需要叫你现在啊，这种小姐，我们就缺一人呢、啊。对啊，他说下次啊，不是现在。那、啊、就下次啊，下次就现在啊。解色带啊。哦，我看到你坐在地板这边呢。啊？你啊？因为我自己看一些的，那我说我在那个外面就是随机遇到的。哦，我看一下你穿什么，非常非常拖鞋。哎、欸，回来，我回来了。好、啊，我加你们了。哦，要怎么是吧？你们不要动！不动！敌不动我动，动还是动一下。我讲。饮料券，嗯，抽到饮料券。为什么？好，我不会玩。一关就好了，还是你要换武器？不是啦，我说这个游戏哦，正常啦。从鼠剑玩改成手把，跟白痴一样，对吧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如果哎、欸，为什么进不去你们的？所以看不到你开的房、欸。没有，你们离开是不是？我们已经离开了，我们不是都在退出了吗？刚诺英。我刚加诺英的房间呢，傻眼。刚不现在不是要教诺英那个看怎么买衣服吗？我们教啊。诺英按叉，按叉。哎、欸，然后有什么服饰卷、服饰店、帽子店、裤子店。啊？你要确定是叉、欸？
叉 X 啊，对啊，叉不是 X 吗？你看两个叉是地图，啊、我的是地图啊。它有个选项啊，它不是可以选？选什么？选什么？选大厅？选帽子店？选鞋子的吧？没有，没选项。嗯。不是这个画面，不是这个画面，重来重来，退出退出。啊，这是叉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按退出退出退出。退出要怎么退啦？按 B。你右下角你那个人你挡住了，我看不到你那个画面是什么。哎、欸、，X 不是吗？我看一下。大厅 L。不是大厅啊，就地图啊。什么啦？什么什么啦？什么啦？就 X 啊！啊哦，我刚刚就按 X 了咩？啊！你先不要加我的，啊、你先不要加我房间。等一下啦，我现在退不出来啦。按 B 呀、啊。X 是地图咩？那你走出去咩？去哪里啦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萤幕分享，你的台还是会有稍微延迟。你这样子，你也会生气，我也会生气。你看，好，看一下哦，观看。X 就是这个 ，X 就是这个。啊，你怎么是分享你 OBS 啦？我就是用 OBS 玩的呗、啊。你看你的 OBS 玩哦。不然来来来，我教你，我教你，你对着你的 OBS 上面点右键，怎么样？嘿、hey, ，你再点到七弹的画面，七弹的分页，怎样？右键，右键啊！我现在看不到哦，那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哦。你右键之后有个那个投影器，有没有？倒数第四个投影器，建立投影来源，有吗？有啊。好，你就看这建立投影来源的画面啊。有没有？这投影画面好丑，你可以拉大，你可以拉，很丑，因为它的那个尺寸不对。啊，你可以拉大啊。怎么拉大？不能拉大。建立投影来源的、欸啊。我知道，我是说它不能变明，它不能变那个。啊，你开心就好。那我看一下哦。啊，为什么你没有？我看一下，我关掉房间。关掉我的房间。你现在是在啊？你现在大厅，你先按一下左上角的食指那颗键。左上角的食指。嗯。左边。上角食指。L 键 ，L 键。L 键，这个啊。按长按嘛？你按住了吗？长按，长按，要长按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大厅选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好。为什么你的是地图，我的是选单呢、欸？你有动到是不是？我们都是选单的、欸，奇怪。对啊，你要不要看我画面？我不知道。你等我一下哦、喔。你怎么知道？来，你看我的右下角 ，X 是选单。等一下，你在哪？我差点乱点人家的直播间。有吗？为什么你那么清晰啊？天哪、啊，凭啥？啊，我就是直播投影来源而已啊。可是为什么你那么清楚？我超级不清楚哎。那你看我画面，你走哪里？走哪里？我这里，往这里走，有吗？进去吗？等一下。你的你后面对，右边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不是不，你下次给我记好左右是哪边，我每天都问你，左边，右边。好，那你出去之后，你按一下 X 是不是也是地图？也是吗？也是。哦，好了，不是。好，那你换那个头部装备店，哎。好了，那这边会干一下。好，那再來就是你有没有看到？你先等一下，
因为看到他有个很大的圈圈，那是主动主技能，大颗的是主技能，那小颗的是副技能。那小颗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底洞，像这个武器就是一个洞，所以如果你运气好的话，可以买到下面有三个问号的洞。啊，对啊，看来运气不好。好，那这个东西是你要一直打那个问号就会解锁，就会变出另外一个技能出来。好，你现在再继续。等你，你按 L 跟 R 就可以切换房间。好，小心，好 L 啊，但好这边衣服也一样。也就是每天都会不一样是吗？对，每天早上好像八点吧。好丑。就可能要挑适合你滚筒的，因为每个武器然后搭的那个技能可以不一样，跟 LOL 一样啊，行动强化，提升人类移动速度，对啊，就是不错，对啊，给滚筒吧，滚筒就是如果加移动速度就是跑很快，类似这样的感觉啦。对啊，然后你也可以买那种就是踩在敌人的粘液上面，就是比较不会更扭，龙工程上这个是杂货店，杂货店是可以买一些杂物，然后我们会有个类似更衣间，你可以装饰你更衣间里面。嗯，好，都好的话，我们就来玩吧。你可以关掉分享，怕你会。然后上面是每天早上八点会更新。OK， 好。餐餐安安，赶谁回头讯息？趁我在教人的时候回收讯息，刀屎啊！我开吧，你要开也可以啊。你开我开。你开。没有玩到几点啊？诺伊。嗯，我都可以。真的假的？我们打算打通宵哎、欸。真的、啊？那我先睡了。没事没事，刚刚我讲说打通宵，有人心脏也凉了一半。没错。啊，通宵啊！我要上班耶！啊，上班耶！明天也要上班。啊，开了。有啦，今天至少我陀螺仪比下午好很多了。刚玩地心呢。之前 PC 魔物本来想开陀螺仪的啊，可是通常没有 PC 玩家在用陀螺仪了。他说，没有嘛？他说设定太麻烦了，而且设定好之后还是会觉得很奇怪。现在我觉得魔物用陀螺仪好像会更晕的。不会啊。那像后门那种跑来跑去的怎么办？嗯，你可以按一下 Y 键啊。哦 ，Y 键就是你先锁魔物嘛，锁好之后你就可以按 Y 键，就是自动锁魔物啊。我忘记它有自动锁定魔物。所以我刚刚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一直按一下 L， 一直想锁魔物，不是魔物啊，锁完结啊，就等于是 Y 键啊，调一下你的画面。好，我去尿尿。啊，
哎，对对对。嗯？没有，还在看。回来啦！在等你啊！这把真的只能单纯涂地吗？打架其实不太好用诶。哪一把？这一把啊，攻啊，还可以吧？不、啊，就是我几乎击杀都是靠我的那个啊。大招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就很吃涂地啊。还是你打算要换另外一把枪来试试看？哦，刚刚不是就有讲我会换啊，一定会换啊。一定会换，就是现在啊。我还要出去吗？ It's now.No, no. 谁的饮料？我要喝饮料。好卡、哦，打不死他。通讯错误，不要闹，不要闹。我们断两个人，对面一定有人在搞。对面刚刚有一个超卡，打不到。我也断了。一定一个人断，就是全部会断了。对啊。我看，我看，马子安安。我也断掉了。我看，我看。刚刚繁星断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们队剩下我跟诺伊在里面。真的、啊？不是，我刚刚跟路人集火打一个玩家，打不死，我就知道完蛋了。完蛋了！我、哦、又人家的颜色好色，我们要随机的啊。好了，我开了，我开了。你开了？开了。我等一下。汇合，正在汇合。那我真的觉得，我牙齿就是最后一颗啊，上排最后一颗，它破了一个洞，干，好痛。你是说牙齿还是牙龈？牙齿。为什么会破洞？是牙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坏掉，房子受损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它就破了一个洞，而且是莫名其妙的，然后好痛。而且他没有卡东西，我就觉得很烦躁，而且又很痛啊！可是我又不敢看牙医，我觉得牙医很可怕。不是牙医是一个牙医，我长得帅，你就看对不对？声音好听，又会唱外国歌，又会跟你 cover， 对不对？那他应该会是我男朋友，不会是我的牙医。然后来嘴巴张开，然后你就开始蹲下来，对不对？不是看牙齿了好吗？好妹头，对，好没有就这样一下。你说说一下，我再回一下。我在角落放个发那个发射器。是的，嘟嘟嘟嘟，有叫你看，不是叫你蹲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不是说家里要涂地要涂得不干净，没有，家里先不急，我们现在是要往前，反正家里他们涂不到我们这边来。诺伊，你会开大招吗？啊，不是吗？不是不是，那个是小招啊，是啊，右边蘑菇头，按下去。
对。右边蘑菇头是什么？蘑菇头啊，蘑菇头啊。嗯。蘑菇头，拇指拇指按得到那颗。我现在没有办法按了。啊，对啊，我说你以后你有没有开过大招？没开过。嗯。从来没看过。需要。需要。哎，舒服。啊！哈哈，可以飞，飞一下。好色，好色，色好色，等一下。哎，掉进水里面。嘿，我觉得。被放弃了。我比两小时前的我还要好一点呢。Win 哇！哇！双杀，拜拜，死无遗憾，再见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样也可以。哎，宝色呢？真的。加他，啊！哎呀！沙哑！哎，占地盘喽！占地盘喽！死呀！那么大胆，下一局死。好像有点不妙，不妙啊，超不妙！你说的年轻人应该是称号吧？对啊，我刚刚不是有讲吗？我说哦，我看错了。哦，我刚刚不是有讲？没有听到，没有在听我讲。那请问我讲话，你有在听吗？有啊，当然听。听什么？看牙医，嘴张开。啊。我要小，你再恶心我试试看。我没有穿刺，我想买穿刺。Okay, let's go。嘴张开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晚餐来。牙齿好痛！我把拇指伸进去睁开了。不用怕啦。我从小到大看牙医不超过五只手。你都没去洗牙、啊？指头。为什么要洗牙、啊？牙齿健康为什么要洗牙、啊？牙齿健康才要洗牙好吗？是吗？为什么？你牙结石一定很大。哎、欸、哎。欸哎、欸，断、啊、线是不是？断线是不是？是，是十一年这样，昨天断了。我剩我一个人呢、欸，哇，太扯了吧！一卡四，没事没事。晚安。我想说可以压一下的耶，快压到了、欸。没事啊，这时间断烂的，断烂的，真的、欸。隔壁台是不是也在乱断？看一下，乱啥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被绑架了！我被绑架了！我被绑架了！我跑到别人的房间去了。等一下，而且你先开。好、哦，不要设密码。我在挑装备说。没买双枪，翻滚闪攻击，够的吧？他就是你有跳跃，就是变成往左闪，往右闪这样。玩错，玩错，玩错，玩错！开始游戏，好，我开，我开。然后我开好了，我开好了，我开好了。而且他有时间可以让我按拒绝。
没看到啊。开了。嗯？没看到啊。什么突然？现在呢？有了。来，诺英，请进。啊。你看，我就要反省你的好友。哎、欸，安妮，烤羊，安妮，宝可梦会买吗？宝可梦哪一个？珠子。珠子啊。你说新的吗？对啊。你会买的话，应该还来得及。是，如果要连线的话，你到12月15号嘛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够你玩两个礼拜。没那么惨啊。就是反正你要连线的话，那个可以也可以单机啦，但是你要连线的话，也还是要会员，好吗？我当时也是想说，我应该也只玩动物森友会，所以那时候想说，那就是买几个月，买几个月就好。然后是我干爹就有家庭方案，就蹭他的。也没有很贵啊。有显现在，不会贵嘞。我妈头。哎、欸。Sorry。不是他不爱我。他爱啊，他怎么不爱 ？Switch 多少钱？天哪、啊！9000多，但那个不含游戏片的话，就是我的是 Light， 那个什么哦 ，Light、那個、你可以直播？不是 Light， 那个 O 开头的那个、哦，那个大台的。哦，最新的是不是电池强化版吧？大台的，嗯，不是白色那一台。我记得那台最新的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大台的。O LED。哎、欸，对对对。是最新的吗？是吧？我感觉是最新的哎、欸，最新版的白色大台，白色的、啊、大台的啊，那台至少万字头哎、欸，对啊，贤贤，谢谢贤贤 ，Switch 该换了，贤贤，人家说来啊，我就怕了。那最近，先别，楼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跳不上去，白痴。可以蹭墙滑上去。我好像有找到人。超级不会蹭东西的。哇，我是一个飞天鱿鱼。多跑。Yes， 跑掉了。没事，我挂掉。是只有我在讲话吗？没有，认真打怎么会讲话嘞？可恶！好像我认真打会讲话，我会看你在那。不会，我也不会。所以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开台玩那种竞技类游戏。难怪我是疯子。那很好啊。不要看地板。我在听，揍他！掉血，白痴！飞天鱿鱼，飞天鱿鱼！我们第一场也会掉血，没事。你经过那种网子格子，你不要变魔鱿鱼模式就好了，你会滑下去。真的？嗯。开始占地盘，哎、欸，接过一下朋友。哎呦 ，OK， 一换一呀、啊！喝饮料。你饮料有毒啊！你饮料有毒啊！为什么饮料有毒啊？刚刚有毒，有人在放技能。哎、嗯，伤害为什么？他伤害那么高？一发，这不行。你要逼我买 CP 桶哦。
我受够了哦，吉比桶太好用了吧？哎、欸，嘉义很好用，是吧、啊？不是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嘉义是不是？输了。嘉义。我这个汤不了。看不了，哎呀啊呃，啊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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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杀几个人啊？11个人。你哦？对啊。那么狂、哦？那你很……那你还是不要改成那个好了。啊哈！啊哈！哇，这好好玩哦！然后又回不去了，救命啊！不要回来啊！拜托！不要回来啊！不是啊，你就冲的时候跟我讲一下啊，我就帮你放大、啊。你的大招是什么？自瞄啊，会自瞄的法拉、啊。我还是没有放过大招，因为我没有大招。你的大就是一个原地的防护罩啊。啊！他的滚筒是这招吗？对啊，前面的滚筒是这招啊。是啊。骗你干嘛？好的，你去打。So good. OK. 好吃哦。你吃很久了，靠要死了。什么？我吃很久。我才刚吃第一口哎、欸，那是我的晚餐。那是宵夜了吧？没有啊，他晚上第一餐叫晚餐。哦、啊，宵夜是晚上的第二餐。我滚死一个人了，梦影真棒。我看到。你好了吗？你好了吗？那个，没有，我才刚复活，你可以自己炸。不行啊，我自己炸很浪费。熬过去喽。好，我冲，我放。诺英冲，诺英冲，诺英干他，干他。有有诺英，诺英有，诺英有，诺英有助攻到。真的啦，你干嘛？我应该有闪到一点点。你们好玩，好嗨哦！我要去看一下。滚你！耶、yeah, ，开心！滚死你、啊！嘿！好了，不要再……在上面呐、啊，烦死了！嘿！耶！哎，谁？什么？躲在里面啊！妈的！偷来，跟你讲，最讨厌那种小鸡巴人的鸡巴鬼。对呀、啊，那他都偷偷啊！哎、啊，没事，那没事。来，终于来喝饮料喽！先别。哦，没人喝我的饮料。我来。你要能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马上复活跟提，那、欸、个效果还在的时候，他会提示你的一些。效用，然后如果说那个效果旗舰死掉会马上复活。哦有哎、欸，饮料好，一分钟。所以他们都说饮料可能会下一个版本就会削掉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滚到？讨厌了，打死他！下面有一个，不见了。那个一直都在那边，哦，我一直杀不掉他，好烦哦。饮料在楼下。最近花的比较凶，没有啊，你花在我这边没有很凶啊，输了。
会不会来？我等他下播，要用本机去玩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等他下播要用本机去玩。本机？嗯，就是 Switch 本机。手提模式，你到时候那个先还要调一下哦。我知道。没事哦，你说等牌拿起来玩哦。嗯。那。哇，我们听哦。因为他听不到，你要想哦，对啊，我听不到，那就应该是下播之后赶快来弄才对吧？怎么是下播之后自己去玩？啊、好啦，也是啊，可是我怕你下播之后你的手机拿起来摇的话，你会晕，你会身体跟着一直左右右扭。我都在我的房间跳，那还好吧？反正我房间大。对啊，讲话都有回音，哪有？真没有。讲话有回音，好不好？你不是之前把你的房子那个衣服都收干净之后，讲话都有回音？哦，现在没有回音，是因为现在还是有啊。有吗？现在没有吧？我现在东西有点多，不好意思啊。嗯，怎么没有收到？为什么颜色啊？墨绿色吗？我们是你讨厌的颜色。这绿色还好。然后他的衣服大到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天哪、啊，我都没去过你家了，简贤竟然去过你家。我的衣服大到爆什么？衣橱没有啊。简贤都说的啊。他没来过我家。哦，应该有拍到过。我去黏你，哎、欸，追你，追烂你，哎、欸，你那边有三个人，我、嗯、想要追他。哇，都没炸到，可恶！他反应很快。对面很凶，还好。嗯，我只是。嗯，蛮凶的，被打了，还觉得凶。出来皮卡丘，出来皮卡丘，哎、欸，赶快！满装的滚筒难怪，满装的滚筒是不是三个洞啊？三个洞的衣服，三个装备有三个洞啊，然后都满了。嗯。可是你买装备还要去提升装备等级，他才会帮你开通。那个洞吗？对，嗯。所以我等下我要，所以我要买，我才能知道说我那个问号是什么。你要一直玩。你每玩一场，装备等级会提升，然后你装备等级到下一级的时候，你装备就会自己打开了，但是都随机的，所以你就还不一定。后面可以洗技能，可是洗技能要一次两万块，要钱是吧？是，要钱那样。所以我们才会说去打工赚钱。好呀，他好烦哦，那个滚筒，他就一直滚。学一下。完蛋了，没了。带谁没有？烂命一条，没错。谁？啊？谁？我不知道啊，这谁 ？I don't know。嗯，他不会是点了以那个继续的吧？那双枪哎，哦，箱子是你哦。啊，你不是说你战机很？
晚安啊，志工。I don't know why you ever cry。我还是不用那个保护壳了。那保护壳，反正我都在家里。不是啊，保护壳，我这样塞不了我的那个。你是说截取盒？对啊，塞不了截取盒，加上。托马头，冲啊！托马头，帮你了。我已经杀了一个人了。就像我的那个什么控制器啊，塞不了那个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你怎么都知道？因为你那个壳截取盒，反正就是塞不进去的东西啊。是。哎，敷衍我，算了。没有，没敷衍你啊，我就认识的。但确实啊。确实敷衍我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说。你知道怎么上去啊？他怎么上去的？领刀什么？我是一只没有用的滚筒。嗨，保安呢？保安，这边放一个吗？不要了，不是。怎么跳上去？怎么上去？我真的不会上去，你知道吗？我跟智障一样。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人？怎么那么……哦，太安静了。他们人都在右手边吧，就在他们家。哎呦，好，没事，我看到你了。我不怕就好。我刚说什么？我要怕什么？怕着急，是吗？要钱没有，烂命一条。欸，祥子，下次进来讲一下哦。我刚才他稍微走说过，进来可以，但是请讲一下好吗？我被打死了，经过他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看，把你抱着，哎，结果他上来了，我下去了。真的觉得他比刷，这里每次都刷好快，有没有加攻速？后面有别的枪吗？有啊，一定有啊，我还没买，我在挑。没有。想说什么？花花，差一点点。我想说有点相近哦。怎么下次注意？刚刚开台就讲了。搞不好人家开台不在哦。刚就在哦。他还讲说他打玩家战绩很惨。哎，有四个人了，我杀几个？六个。你杀八个。谁？你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就贴着脸让我打，我就蛮开心的。对啊，这边刚刚一直贴着脸让我们打，我也是啊。不是我打赢笔刷哎、欸，我打赢笔刷哎、欸，他在我面前挥不到我、欸，我那时候就。近战武器的缺点就是容易被风筝。没有，我没有风筝，他贴着我很近。
滚滚雨。但这个游戏其实在偷袭他会比较好一点。重新。没有在思考。讲啊。这款游戏其实在偷袭他会比较好一点。为什么？等一下。就是。哦，但我有买饮料。我们其实是没有人会开。不一定哎。很惨，很惨的，用剑观看，惨惨的。有可能是我他妈的太烂了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。那个圈圈，那个圈圈是什么意思？圈圈我要跳是吗？就是会有一个地上一个小圈圈吗？那就跑啊。有圈圈靠近你就跑啊！如果是敌方的颜色就跑。什么东西啊？有点像皮球的。为什么啊？真的是杀不到。很像球的形。肯定都是他的。哎呀！那么多人，有人在潜伏在我们家底下哦。嗯。我刚刚跳打耶。那很好啊，多点点。两个人在我这边。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啊！把你爆头了。三秒，我们要赢，绝对没问题。没料。你再讲。哎呦！你再讲。有料你再讲，你不行，你要说没料。要打脸。没料。你要打脸。没事，我已经被打习惯了。一场真的三分钟哎，对吧？快啊，不拖啊。可以问号上去。啊。我能。今天光遇任务是更新吗？更新啊！啊，对哈、欸，对，是今天吗？我，那个罗音，你断了。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啊、哦。等不了你，知道怎么等？那你们先玩一场。我有一只干你。不要再骂脏话了。嗯。来，我们到这边。嗯，还是我们到这边。嗯，都可以啊。好，可以啊，十一点了。好啊，最后一场。你们最后一场。嗯。OK。
可以。大招是什么剑？蘑菇头啊！哦，范围技。每一个武器的大招都不一样，你可以考虑看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大招。然后武器店都可以试射。走走走走走，开打开打！破土打，破土打！很多影现在可以去看一下那个，打工任务，因为我们赚钱还是要靠那个。不然打对战还是蛮慢的。对，打对战主要是加等级啦。想想看，那个刷一个装备两万块。大概你打个四方左右的。你要打工吗？对啊。又输了。好啦，先到这样啦。那也到这里了。好啦，辛苦三个小时的。来，再练练，我们一定可以组战队啊！你当队长，队长决定了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谁？诺英吗？好。队长你好。队长你好。诺英你好。没有。好啦，今天先到这边。这个玩的也还行啊，就是昨天其实在考虑说就用陀螺仪嘛，那今天就是开始在用陀螺仪玩啊。下午其实练很久，那现在其实我的拇指下面的关节很痛，因为我就是我玩光遇啊，玩什么游戏我都会推过头。我推过头了，就是会往前推，推到就是，就是手机吧，你往前戳嘛，它只是只要轻轻推一下就往前走，可是我会推到底，就是从下面的萤幕推到上面萤幕那种，所以我拇指会往前推，推到就是关节那个位置，一直用关节那边在有移动，所以很痛。有吧？有进步很多了吧？只是后面再换一把练练吧，不然这把都只靠大绝打的话，觉得都不能打架，都是在躲在后面打这样子。那这招打到后面就几乎打不到人了。这招就刚打下来的场感觉是一场放三次，只会杀到两个。
两个到四个嘛。对啊，好啦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啦。那我们去看《零离子健身环大冒险》啊！我其实刚刚就是在看的。好啦，那我们移动啦。直播接力，零离子，他没有设定导向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那他没有打开，好啦，待会儿在这边看台。好啦，感谢大家。那要去的就去，那没有去的就原地解散啦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